是非，前尘暗藏血泪，一别经年难追，道不尽真实原委。命运辗转迂回，生死祸福相随，执念难消，寸真曲尾任风吹，风雨飘摇一心不悔，用一生奉陪，至少有你同行与同悲，揭开宿命一往无悔，一场梦回，山河明媚只守与君归，思想来回心不着成灰。许郎君这身衣服的绣样还真是精妙呢，这领口处的桃花样不知道是哪家小娘子给你绣上的呢？大人说笑了，只是徐某喜欢桃花，便定了桃花绣样的成衣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这么熟悉，原来这绣样是我在成衣铺里看到过的，这确实是今年时兴的样式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这套成衣还有一件外衫，许郎君怎么不穿呢？许是今晚忙忘了，我也忘记遗留在何处了。今夜许郎君确实忙乱，忙乱中难免出错嘛。那这粉末又是什么？如果我没有闻错的话，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曼陀罗香。我从没听说过什么曼陀罗香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在我身上。大人明察呀，杜娘子被掳走一事真的跟我没有关系。没有关系啊。井内卫徐锦泽，这件衣服是我们在路上找到的，是你的吗？你是想说这件外衫不是你的？你在逃跑的过程中慌乱将自己的外衫扔掉，却不知道外衫领口上的银线勾住了你的内衫，你更忘了你外衫的内袋里还留着你的曼陀罗香粉，而这迷魂香也残留在了你的内衫上。徐继泽，你用迷香迷倒新娘是惯犯，你就是这绑架案的主谋，还杀害了自己的同伙。不是这样的，我没有杀人，我真的没有杀人。大人，我是用了迷香，我贪恋新娘的美色，但是大人，我真的没有杀人啊！如此厚颜无耻之徒，嘴里没有一句实话。严令师，无需跟他多言。来人，上加棍！是。莫刺史，韩荣。不要！我全招，那就将你今晚所犯之事一五一十如实招来。我自前御府违心受出自由也如玉，可是做了边相以后啊，我突然发现美人不用读书也能拥有，一点点迷香
那高亭大院里的新娘就全能成为我的颜如玉。因为这些隐晦之词无法言语，所以我多半都能得手，也无人出去演说。那你此次为何把目标定在杜娘子的身上？徐某没有什么爱好，就是喜欢美人。杜娘子的美名我早有耳闻，我怎么会放过这种与瀛州大美人共处的机会呢？你的同伙，也就是死者，他姓甚名谁？与你有什么渊源？他就是个混混，我只知道他叫二赖皮，无父无母，打家劫舍，还见过监牢。早在黑衣人来之前，你们就已经在争吵了，在吵些什么？我决定终止犯案，把杜娘子送回去。不行，我搞错了，把她放了吧。你开什么玩笑？木已成舟，你不干也得干。我说我搞错了，把她放了。你。谁知远处突然传来声响，我去那边看看。我怀疑是有人跟踪，便停止了争吵。二赖皮呢，负责给杜娘子放在窖井里，我负责去周边查看。什么也没有，可能是只野猫吧。二赖皮，没看到什么，只是树丛里有只野猫，许是野猫发出的声响。我都吓懵了，我怕凶手回来把我也杀了，所以我就逃跑了。徐继泽，你所说的杀人真凶除了你之外，还有其他的人证吗？既然没有，你如何证明你们不是一言不合内讧自相残杀？若是我跟二赖皮打斗，他必定占尽上风，我有什么能力能杀死他呢？大人，明察呀。二赖皮之死，本官自会明察，之后再做定夺。杜娘子一案证据确凿，来人，将犯人徐继泽收押。是。走。怎么，折腾一晚上还不休息啊？天不怕地不怕的严令史，就这么怕与为夫同床？我倒是想休息，可这一躺下满脑子都是案子。案子破的倒是顺利，但总觉得有好多隐情。顺利吗？追凶追到半夜，他认罪又花了许久，最后是要用刑才肯全盘托出。我指的不单是劫持新娘案，就算此案结了，可劫匪二赖皮死了，案子上又多了新的命案。二赖皮是打家劫舍之徒，在瀛州城内肯定有不少私仇。是怎样的私仇要如此故弄玄虚？杀了人之后还要把他的眼睛给取了，凶手的出现是巧合还是早就铺垫好的？一时半会儿想不明白的，先休息。说了我睡不着了。二赖皮的亲朋好友里看上去最有可能的是，既然这么有精神，不如
你给我吃了什么？甜水丸，能助人快速入眠。夫人一会儿做个好梦吧。大哥岭，大哥岭，向阿来信。什么信？这么着急？夫人刚要休息，还没让你进来呢。大哥岭恕罪，只是大哥岭吩咐过，此人来信要速报。萧安急信，是谁寄来的？徐内司。没什么好稀奇的，不然夫人先看。别别别，你们的情形我不想看，我困了要睡了。我与徐内司之间并无男女之情，况且本阁领在意之人另有其人。言兴，药效来的可真是时候。我们是半面鬼，何时找到我的头？把你的头给我吧。谁在那儿？是谁？你给我出来！眼睛，我的眼睛！不要！这是《红与灰歌》。红与灰歌非止，说明这瀛州城内定是也有太皇太后的探子不便露面，用这灰歌提醒我该回报皇城了。姐姐，姐姐，这灰歌是你带来的？你就是？不是啊，我是看着红与灰哥进了姐姐的院子徘徊不肯走。哎，姐姐，你知道那个传说吗？如果红与灰哥在你家安家，那就代表你要交好运了，必须留下来。所以我就赶紧去大街上给姐姐买了个鸟笼。这样啊，那你来就是给我送鸟笼的？哦，还有一事，药材单上的鹿茸用完了，可甘南道地区药材匮乏，我去了城内最大的医馆广春堂，都说没进过鹿茸这种稀缺货，他们只有肉苁蓉，可能得从别的地方调了。有肉苁蓉，这个药效虽然欠些，但也能替代着用。掌柜的说最后一点卖给我，我还没药呢。你带我去，我们这就去买。好。走走。慢点慢点。这大医馆的生意果然好，连熬药的罐子都得定制这么大的。应该不是熬药的，倒像是储存药材的。对了，野云，
之前让你注意刺史府有没有可疑人物出入，你可有发现？姐姐交代的事情，我齐夜云肯定放在心上。可疑人物暂时没有发现，但我倒是打听出了一个可疑的地方。听说刺史府有一个偏院，是谁都不许进的，但莫刺史自己却常常去。瀛州这边塞苦寒之地，竟有如此盛放的牡丹，粉色牡丹。大哥令，这边请。好。他来这里做什么？瀛州地处北寒，冬日时常有雪，能有这样一间暖屋养花，想来是花了不少精力的。师兄，大格令，师兄一定要与我这么生分吗？现如今，大格令的身份非同一般，下官领略过官场的水深火热，只想安稳度日。不想再攀上关系，令大哥令难做，还望大哥令恕罪。在众人前，你不想与我有所关联，这我可以理解。但现在只有你我二人，师兄要拒阿杜于千里之外吗？当年，你被冲入罪容所，受尽了苦楚，归根究底还是官场的是非牵连了你，所以从那时起，我便不想你与官场再有任何的关联。可未曾想啊，你天赋异禀，兜兜转转还是入了太皇太后的眼，现如今你是大格令，下官便只能是下官。我明白了，师兄这是在怪我呀。什么天赋异禀，什么入了太皇太后的眼，神府旧人，家父旧友，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？我沈都靠的是卖夫求荣，逼死了生身母亲，才脱得罪己。我检举，罪臣沈秉烛之子沈都。检举我父。如此畜生行径，人人皆可鄙夷之，特别是师兄你。师兄你一定很后悔吧？当年在御阶之上一路跪行至皇宫，
替我沈家上书求情，圣上，沈侍郎冤枉！ 圣上，沈家妇孺何故？先帝念在师兄忠心，才免去了我和母亲的死刑，而我才得以入了醉荣所。此事不必挂怀。 我家道中落，幸得老师收留，他对我们墨家恩重如山，待我更是犹如半子。御前喊冤，乃是我分内之事，若是不管不顾，那才是不忠不义。师兄舍弃了大好前途，被发配边塞，升迁无望，只换得我这么个不忠不义、不孝之徒，苟且偷生，用父亲声誉。 去换自己的大好仕途，师兄，若早知有今日，你可曾后悔？回首过去，我有过许多后悔之事，但唯独救你，从未。 你当日所作，乃是无奈之举。老师在天之灵也定会谅解。所谓师母，大怒之下逐你出家门，不过是为了给那些小人看的障眼法而已。为的，是保全他唯一的儿子。师兄，当真不怪我。 认得这花吗？认得，是秀秀最爱的童子面。去哪儿啊？快点，快点！你看，还是阿杜哥哥厉害。 是他帮我种出了童子面。阿杜，莫秀秀就快被你给宠坏了。这童子面，数十朵牡丹里都未必能种出一朵。别的小娘子，头上别朵牡丹就了不得了，就你，还非要别童子面。怎么啦？我就爱童子面。阿杜哥哥，我头上这朵过几日便要谢了。 到时你记得剪只最好的给我。放心，我已看好了一只，过几日正好剪给你。秀秀走了之后，我为她搭了这满是牡丹的小院，才知道，当年你为了种出那童子面，有多么的不容易。阿杜，我怎么会怪你呢？我只会庆幸。 庆幸你可以审时度势，好好的活下来。这世上，才能多一个像我这般爱惜秀秀、记得秀秀的人。世事无常，我也没有想到，当年在皇城一别，竟然是我与秀秀的永别。秀秀如果还活着。 应当也是杜娘子的年纪了，师兄，有件事我一直不敢问：秀秀是怎么死的？ 是我没有照顾好的，水土不服，病逝。秀秀，我想起来。
那藤边小竹和信笺是莫秀秀送他的礼物，他才保存了这么久。莫秀秀，你这写的是什么？夫子，你吓到他们了。无事无事，大家继续练字。看来这些孩子还没有走出被绑架的阴影啊。哎，阿杜，你去找一些蒲草来。好。夫子。老爷，今日的课业就上到这儿吧。是。孩子们，一会儿啊，我要用蒲草教你们编小动物，好不好？好。沈哥哥，你看我这么编对不对？哥哥，你帮我起个头嘛。编个给阿杜哥哥当生辰礼物，能不能和我换一下？好，你拿去吧。谢谢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就叫我六娘好了。因为这是莫秀秀送给他的礼物，他才保存了这么久。原来他钟情的人是莫秀秀。你今日定要与我私下相会，究竟所为何事？沈家蒙冤，师兄是知情者。当年我年纪尚幼，很多事情记不分明，还望师兄细细与我说说。大哥令，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，你现在功成名就，前途无量，莫要在意前尘旧事。师兄这是何意？冲入醉容所之苦，非常人所能忍受。阿杜，既然出来了，不要想着寻仇的事情。阿杜不为寻仇，但身为沈家人，沈家需要一个真相。你现在深得太皇太后的信任，只要安稳度日，前程不可限量。你当真有勇气放弃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吗？如果要彻查旧案，必定要推翻现在所拥有的一切，你觉得值得吗？古往今来，能够翻查旧案的人都是没有软肋的。现下你已成家，你当真可以不管不顾，破釜沉舟，只为自己一人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旧事勿要再提了。大哥令，你要的答案下官已经给了，还望大哥令三思。在迷雾中漂泊，茫茫烟波，黑暗中摸索，你经过点燃花火，为求过，敢多沉默，敢做修罗，爱不说，刺痛了你也灼伤我，
正沿途花开落，大雨滂沱，灯火会交错，你就是我的夏洛。他和莫千之的关系确实很深，但莫千之任谁看，也是两袖清风一城好官。鸽子啊鸽子，我该如何向太皇太后汇报啊？师父姐姐。师父什么姐姐？为师怎么教了你？你进门要守点规矩。我就是说嘛，我姐姐一大早就来熬腰膳了，世间哪有这样的好娘子，谁能配得上？夫人这样的的确世间少有，与我家大格里那是绝配，一对璧人。切，还一对璧人？不是我说，你家大格岭在外确实威武，可回家就称不上好夫君了吧？哪像我家姐姐啊，出了厅堂是第一女神探，入了厨房也是女德楷模。怎么回了家就算不上好夫君了？闭嘴！你俩有事吗？没事就出去，我想清静点儿。有，谁说我没事？我是想问，这个鹿茸换了肉苁蓉熬出来的怎么样？能用吗？毕竟只是廉价替代品，不行的话就让景德卫快马加鞭去临县调吧，这可是给他家大格岭熬药膳，他不上心怎么行？你别一口一个我家，你现在也是靠那位佛养着好吗？没事还请我们训练，我还得被迫收你这么一个不达标的徒弟。景德卫，我要严肃地告知你，我真正想拜的师父有且只有一个，就是你面前的严姓严令史，只是他暂时不收我，我才勉为其难让你过了当师父的瘾。你好好说话，什么叫让我勉为其难过一个他师父的瘾？是你没有好好说话。你以为我愿意收你这个徒弟吗？你以为我愿意拜你为师吗？你以为我想当师父吗？姐姐，你这么推我，你给我说清楚了。替代品，背井离乡，再遇故人，孤男寡女，一时一情，可能我所感受到的暧昧旖旎，都是因为被当成了秀秀的替代品。严六娘，你还有闲情想这个吗？六娘，你是说莫刺史答应了将劫持新娘案与无头扇并案处理？也不是完全答应，但他同意仵作在初步查验之后，我可将两具尸身一起对比探查，至少是有并案的可能。要不要一起去验个尸？好，这就去。姐姐，我帮你取工具箱。姐姐，给。走吧。当心。姐姐好像和你对凶手的特征有何想法？无甚想法，但整个瀛州城都传开了，每个人都言之凿凿道，说这凶手就是甘南道广为流传的半面鬼。说这半面鬼每次只吃人身上的一个部位，这倒是跟前面两个案子对上。民间多有鬼魅传言，普通百姓信也就算了，你堂堂第一神探也信鬼神？我不信鬼神之说，我只是敬畏传言。无论这传言从何而起，能在全城传开，定有它的道理，或是有高人藏身其中，或是当地局势的映照。这个传言，你还记得是怎么说的吗？半面鬼，趁人昏迷之后作案，被害者醒来之后，才发现自己缺胳膊少腿。对，这就是为何所有半面鬼食人案查不下去的原因。第一，没有危害生命。第二，人人敬畏鬼神，受害者心生恐惧又不敢配合，最后只能不了了之。还有，这两具尸体。这两具尸体都是活着被人砍头或者挖眼，且被害人最终死亡的。
要么这凶手不是之前的半面鬼，要么凶手模仿半面鬼没有到位。也只有严令史有这胆量，不怕鬼神，敢前来和我一起趟鸡汤浑水了。杀人凶手有什么好敬畏的？管他是人是鬼，杀人就该付出代价，哪怕是恶鬼，也该由我们代替阎王来审判。你怎么了？尸体上有磕碰伤，应该是掉入窖井造成的外伤，无内伤。死亡原因是震碎心脏瞬间死亡，尸身有紫胀，还有腐败痕迹。心脏震碎加速了尸体腐烂的速度，他的肚腹里面如今应该是一滩烂泥了。这次的伤口痕迹跟无头尸上的截然不同，更加果断利落。可有什么发现？我一时也想不起来这是什么利器，但绝对不是我们之前见到的那种西域弯刀，倒像是特制而成。你是说那种专门弯眼睛的武器？大概是这种吧，但我也不确定世上究竟有没有此物。纸虎？真有此物？这是专门佩戴在手指上的武器，锋利程度不亚于刀剑，只是这种武器太过阴损，平时只有修习邪术之人才会用。这种东西用在一个小混混身上，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。如此看来，此案跟无头尸案没有直接关联，但凶手杀了人又取走了人家的眼睛，到底有什么用处，我也不得而知。你来看一下这边。确实有些不对劲，这皮肤表层之上有些若隐若现的蓝色痕迹。你要是觉得累的话就回去休息，这里交给我。哦，我没事，我就是昨晚没有休息好，精神有些不集中。你们昨天晚上？你今日到底怎么了？是不是打架了？这大阁岭看得还真是紧。乍看是个寻常的小娘子，而每逢查案就能将所有恐怖不适的气味画面抛诸脑后，全身心投入其中。颜六娘真乃奇女子。潘郎君，在这臭味弥漫的停尸房你还能走神，在下可真是佩服。走神？你在想什么？是对这尸身有什么新想法吗？倒也不是，只是从小到大还从未见过像你这样细心又勇敢的女子，今日一见实属佩服。你不想说的话可以不用说，倒也不必用这么牵强的借口。哦，对了，我们来之前尸体可曾被人处理过？据我所知，尸体没有经过其他处理，只是这个伤口上涂了些防腐水。景林，麻烦你取一些防腐水过来。哦，什么？我去吧。你去吧。
这是什么？诸生相，飞蛾扑火，竟不知身为蜉蝣，朝生暮死不入轮回，飞蛾立火不死，轮回重生。又是火蛾们。凶不似凶，人不似人，不敬火蛾，祸从天降。这见鬼了！不是见鬼了，是有奸人在捣鬼。你怎知要用防腐水？我之前听我师父提起过，西域寄送密信，写信人会以米汤写字在羊皮纸上，待干透之后，字迹便会消散于无形。收信人收到之后，会再用防腐水涂于羊皮纸上，字迹便会泛蓝，重新显现在羊皮纸上。刚刚我看过了，这个断头处的皮肤也有蓝色痕迹，我便试了一下。奸淫抢掠，死不足惜，不敬火蛾，祸从天降。仵作为了保存尸体，都会用防腐水来浸润断口伤口，特意用接触防腐水就会显色的米汤来写字。这就意味着从一开始对方就没想过让这字迹保密，甚至可以说是对方是故意想让我们亲眼看到。这些人呢，根本就不怕我，把火蛾门和半面鬼联系到一起，这罪状就像一纸张扬的炫耀，似乎在告诉我们，火蛾门在甘南道地区渗透之深，远超我们的想象。我们在探案之中，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中。不敬火蛾，祸从天降。一个眼神决定你我缘分，再次相遇便知今生两人，看今夜星辰，梦回旧时分，一双人早已生根。注定前的情人心思莫问，情思相恋一生一世长存，借晚风叩问素爱的情深，此生有了惦念的人。一往情深，你是我认定的人。秋月春风，一生只愿你一人。你的掌纹，你的眼神，我们的爱在升温。一往情深，你是我认定的人。秋月春风，一生只愿你一人。你的掌纹，你的眼神，我们的爱在升温。相拥对爱多么认真，一点一滴慢慢全都封存，从每个清晨到每个黄昏，我和你永不离分。一不留神你闯进我心门，慢慢沉沦为爱奋不顾身，我冲锋陷阵也无比坚韧，因为你是我的责任。